脸咋这么圆呢？没修图。你腰咋这么粗呢？我没有。腰咋没了呢？胖没了。你胖了几斤？我没胖。那你腰咋胖没了呢？我别再丢。三二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始料不及，总是让人无处躲。10年前出门，我爸给了我一张银行卡，说把里面的钱花完了才能回家。10年过去了，我想家了，爸，我想回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配音演员腾鑫。今天呢，说说声优的变声。那么声优的变声其实不是改变声优的这个声线，而是通过发音位置的不同啊，去区分角色的性格还有情绪。那比如说像疯狂动物城的闪电这种慢吞吞的，我不知道啊，或者是比较阳光的啊那种少年，像全职高手里的包子包容星，嘿，美女，你什么星座的啊？或者是像大叔啊，10万个冷笑话二里的宙斯这种的，那你是想挟持我女儿来威胁我吗？或者就是像《牧王之王》里边的楼满风啊，比较公子一点的。我在长老们面前担保，绝不会让你有事。我真的特别讨厌那些装可爱的男生。你可爱得过我吗？哼！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皮卡丘，皮卡丘，皮。卡丘，贝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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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丘，贝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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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贝卡贝。你喜欢萝莉吗？不喜欢的话，我就换一个。哎，那你喜欢少女吗？不喜欢的话，我再换一个吧。你喜欢御姐吗？不喜欢御姐的话，那我走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喜欢正太。什么？不喜欢？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这样你要是还不喜欢，哼，我会一直盯着你的。浮世万千，我爱有三：一为日，二为月，三为卿。日为朝，月为暮，卿为朝朝暮暮。小屁孩。他们说声优都是怪物。没干起。没错，是一种很可爱的小怪物哦。管好你的嘴，小鬼。三二一，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忽然暴风雨无处躲避，总是让人始料不及。人就像患重感冒，打着喷嚏发烧要休息，冷热交替，欢喜忧郁，乐此不疲。最怕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嘟一下你就回来呀！你说最怕嘟嘟嘟嘟嘟。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，突然暴风雨无处躲避，总是让。始料不及。
就送，不送就不送，看谁的面子。可鱼缸你还走后门，你们这也太没原则了吧。你以为我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吗？这么说那送您的鱼也不要了？要，为什么不要？那是我应得的，搬走。俺娘说了，过马路得走斑马线，幸亏我腿长，要不然都够不着。没修图。你腰咋这么粗呢？我没有。腰咋没了呢？胖没了。你胖了几斤？我没胖。那你腰咋胖没了呢？如果你是男孩子，你愿意跟自己交往吗？想都不敢想，哪有这种福气啊。你别笑啊，最后转一下眼睛吗？学不会也做不到，做不到也忘不掉，忘不掉还不敢要，真是可悲又可笑啊。恶龙咆哮，啊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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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找男朋友一定要找比自己小的，小奶狗，懂事，对感情忠诚，不要找老男人，难调教，心机重，这是经验说的。我现在正在减肥，越减越肥，饭量又大了，胖不是罪，只是上帝嫉妒我美。我好久都没揍你了，打不死你。你不吃了？哦，我吃饱了。你吃两口就饱了？我吃很多的，我都撑了。你也没吃几口啊？我吃了很多啊，我饭量超大的，但是我吃不胖啊。当你的面巾闭着笑，当你喝可乐，当你吵，我想对你说。哎，钥匙！你这个东西能不能包住？都摔坏了，跟个猪一样。你能不能不要说我是猪，会很伤我的心的。好的，佩奇。你回不回去？回去。走呀。没试过。不买。不。不买。我哭了。你哭。我打滚了。你打呀。买个西瓜嘛。买个西瓜嘛。买个西瓜嘛。清早起来打开窗，心情美美哒。看见妈妈在做饭，心情美美哒。妈妈，滚出去！好嘞，好好给我按着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。以后饭谁做呀？我做。以后钱谁花呀？当然你花了。以后菜谁买呀？我买。衣服谁洗呀？我洗。好好按着啊！好嘞。记住，千万不要相信女人，越漂亮的女人就越会骗人。Yeah.
傅，你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吗？吐的车上就200。什么叫吐车上200？我是那种喝了酒会吐的人吗？你 ，baby 不急，你真的摆的不急，想给你买个哭泣，去飞回乌鲁木齐。baby 放松呼吸，爱上一个游击，给你买个哭泣，去飞回乌鲁木齐。Oh my baby。